不是老徐啊，合同我们签了吧？你这合同出的总是那么有学问，我得好好研究研究。好，老徐啊，用得着那么仔细吗？ 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，那些是挖坑让我跳，我也得知道你这坑挖的有多深呢！啊，这话怎么讲？哎，我们是强强联手，这以后还得愉快的合作呢。我不打扰你，你慢慢看。你假装接一个电话，让他怀疑我们已经成功销毁了文件。 哎，老徐啊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好，干得漂亮。老徐，合同你看完了？哎，要我说，啊，就乖乖的签了。我发现你这份合同有问题，我们有接手人。如果你想报出去，请你自便。 我也是忙，先回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想提醒你，你们大米跟我们全胜还真的是没法比。接个电话，干得漂亮。干得漂亮，什么意思？ 真是见了鬼！ 这次干的真是漂亮，我跟这个姓赵的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这次是让我心里最痛苦的一次。徐总，你看我这事儿也办完了，我是不是得？小雷，你信不过别那么急嘛，路上我找了一瓶好香槟，咱们得喝。徐总，都开着车呢，酒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说。小雷这事儿。 喂，老黄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个李小雷的确是个人才，从明天开始让他到技术部当组长。对，就这么定了。谢谢徐总。
关于快乐还是痛苦，拿出来咱们 talking 一下。你麻溜的圆润的从我眼前消失好吗？我长得这么有轮廓，还真圆乎乎不了。Say for me。服务器的事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你还在思考什么？明星的诞生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，男主持人迟迟定不下来，所以我要开始约见男主持人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你的脾气我劝你最好不要找男主持人，万一给人吓得不孕不育，老天是会惩罚你。像你这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恋的男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约你。我的气质是被我的女友们培养的，在纽约，我的女友们可以从曼哈顿一直排到三里屯，两排。你干嘛回来呀？哦，优雅客，中国三。你是不是觉得全市所有的姑娘都把你当盘菜，然后争着吃你，谁争赢了还不舍得吃，非得割馊了不可？不应该吗？不应该吗？谁会喜欢你呀？我的女友，2046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你怎么跟我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今晚6:30，十号餐厅，我和我的女友2046恭候您的大驾。敢来吗？来呀，当然来了，干嘛不来呀？我要加班，晚点到，你们慢点吃，别让我等到海枯石烂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神神秘秘的。今天晚上长青要约我见面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你们俩终于有实质性的进展了。不是跟他见，那是跟谁？是他，也不是跟我见，是他要见2046。你不就是2046吗？对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捋一下，长青约你跟2046见，那不就等于你约你自己见吗？对呀，我该怎么办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知道你在想办法让我讨厌你，放弃吧。我真觉得你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谁呀？我的女友，2046。那好啦。2046。小薇不是让我去相亲吗？我的代号不是2046吗？对，巧了，长青也是去相亲的，他的代号是9527，所以长青就是9527，9527就是长青。长青就是9527。嘘嘘，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告诉我？我现在不是坦白从宽了吗？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该怎么办？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想想啊。好了，你告诉他你是2046，死开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再想想。对了，你可以不去。你的朋友还来吗？我认为他再也不会来了。为什么 ？Why？ 他不是跟你约好了吗？我可以陪你再等一等他，虽然我已经很累了。Why？ 礼貌也是一种直觉。女孩子素颜会更漂亮。Of course。你每天化妆的时间都很长，为什么不把这个无聊的工序省去呢？我认为化妆是对自己和别人一种最基本的尊重。还有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除了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，
只有跟我最亲密的人才能够看到我素颜的样子，我认为这是一种规格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可以见到你的素颜。I don't think so. OK， 我要打一个电话。来不来？你什么时候来啊？我加班呢，你就别老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去。OK。他会来吗？当然。你看，我还是相信我对人的判断。怎么了？神奇。什么？你真的跟我一个朋友很像。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这里正常吗？为什么每次我跟你吃饭，你都是这么怪怪的？你要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没有魅力，我不够漂亮？我就要失去耐心了。我不想再跟理科男约会了，真的是太无聊了。还有事儿，跟你朋友说声对不起，我们可能真的永远不会再见面。你还什么啊，长青？哇，你太可笑了！我的车，我的车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在这里跟我的车合影，为什么？没有。你的女神呢？说好要一起吃饭，我上楼为什么没有人啊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她可能肚子不舒服，去厕所了。她肚子不舒服，早不舒服，晚不舒服，偏偏在我来的时候不舒服。长青，你这个大骗子，有意思吗？我那么忙，我没有时间陪你玩，好吗？啊？哎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要回家睡觉了。什么东西啊，这是？玩够了吗？刚才真默契哈、啊！今天晚上见面，长青会千方百计的戳穿你。最有可能的方式，是当着2046的面给张小娜打电话。那我肯定不能接呀、啊。不，你一定要接。怎么接啊？我会拿录音笔事先录好你的声音，
然后长青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呼叫转移到我的手机上，然后我按下播放键。喂，你好，张总，我是长青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加班呢。我什么我？你是张总，要霸气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长青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加班呢，您不要老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去。行啊，多亏你这个神算子。那必须的。走吧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主持人怎么还不听进来？我希望这一对主持人呢是既草根有内涵的，所以是有点难。你这个案子已经把我逼上梁山了，小娜，你别让我哪天火大了把你这案子停了。哎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就这两天我肯定把它搞定，好吗？其实你没必要那么纠结，不就是主持人吗？咱们公司内部有人选呢。谁呀？文田心啊。啊，您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合适啊。到日本，他们现在已经出发去机场了。现在时间还早，我直接去机场吧。哎，哎，妹子，我知道。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能过来。我跟你说，我这眼看着要上飞机，你说你过来干嘛？又扑一空。啊，你到了。不是谁？行。老关。哎，娟儿。来了，来了！您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娘们儿圈里出了名的难搞定。我不管啊，一会儿你可得替我挡着。那肯定的。虽然他这节目做的吧，一直都还不错。是，但这个什么，明星的诞生，明星的诞生是，这投资太少了。这年头啊，早就过了那个以小博大的时代了。哎，对不起你。哎呀，让进。不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呀，宽哥，不让你跑，瘦了，累的吧？哎呀，这节目马上就要播了嘛，全是压力。是。他这不行，没那么多档期，你知道吗？真得飞走。是，特别着急的事儿，是吧？但咱不着急，能不给你面吗？这样，你说，圈里你还用谁？都得给我宽哥点面，我打一电话给你调过来，行不行？我们这节目很适合他。是，我知道。要不我跟他说。你直接跟他说，你不端过饭碗吗？那不是。下回真的，你看眼看到登机就想下回。可是我们这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录了，这临时就换嘉宾。你别急，我不说了吗？你说你用谁，我给你找，对不对？不是口头都已经说定了吗？你讲理啊，妹子。口头上，这你看，我就是来给你补合同的。别，没真不想，眼看要等你，咱这我等他再回来，咱们再聊聊。可能哪天说你客串一期，是不是都没问题？宽哥，这个节目咱们做了市场调研了，是，前景非常的好。知道他哪儿不完美，是不是？行，这你看，点儿不早，眼看要登机，你这样，要不然你说你用谁，我给你调人。没事，宽哥，你想明白了就行。对，节目是个好节目，是，您的艺人也是好艺人。是，那冲您这节目，是，下回，谢谢，辛苦您，回家。生气了？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
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在公司做的事情肯定有你的道理。真的，你明白就好。反正我的大 IP 项目也暂停了，那你现在打算让我干嘛呀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去张小娜的栏目做主持人。张小娜同意了？不可能。老徐想用文天心，他八成是觉得文天心反正是主持人又是咱们公司的，为了节省成本呗。文天心是专业主持人，就大型晚会来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网络节目，他的气质还是不太搭。所以你就该否啦。我否不否的，老徐态度挺坚定的。你进他的栏目不吃亏，他很强。主持的事情你又不懂，让我去他的节目服务，我才不去呢。我知道你们俩有过节，但是没必要。现在女性混职场得有胸怀。想要让我跟张小娜合作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我想去看医生了。啊？对，我看见你，我就想看医生了。那赶紧去。我怕我跟你一样。啊，好的啊，拜拜。我说青青啊，你心疼心疼你哥行不行？啊，准是准点，三个电话轰炸我，受得了受不了？你就搬回去住，能怎么样啊？啊。我现在节目的事儿还没有搞定，等这个事儿都过去以后，我再心疼你。我跟你讲，小娜是有专业水准的，她说那个文天心不行，那就是不行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是做过数据调查的，文天心是最适合的主持人，她自己本身有知名度，而且又可以带动话题性。我不知道小娜要干什么，因为现在如果不定主持人的话，我节目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，很麻烦这个事情。小娜根本就是跟文天星有私人恩怨，这也不能怪小娜。文天星的脾气还是性格是，其实我以前也认识他，对他有点了解。他这，真的没事吗？天心，张总想见你，能不见吗？我知道你不想见他，可是没办法呀。而且现在咱们手里的几个代言中间人都是他，咋得罪不起啊？手机给我，你给我想办法摆平。我可不想去陪酒吃饭，让人占便宜。你先拖一拖，我想办法，一会儿派人解决。小姐真是高傲大方，看来我们公司的广告合作绝对是非你莫属吧。文小姐，先吃点点心，菜随后就上。张总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不过今天还有事儿，可能不能陪您吃了。文小姐这么说，我可很没面子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可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广告合作的事情了。张总，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谁呀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文小姐的代理律师，我叫苏毅。我今天带来两份合同，一份是文小姐和您签订的这一次的广告合同，还有一份是下一次。
在这一次的广告合约当中，文小姐已经积极配合完成了拍摄。那当然，以后如果有什么新闻发布会需要推介的，文小姐也会届时出席。但是在这一份合约里面，并没有提及文小姐需要配合客户完成其他的工作事项，比方说吃饭。不就是吃个饭吗？但是文小姐很忙，她有其他的工作要去做，所以这一次恐怕不能奉陪了。我明白了，文小姐的意思是不想再跟我们合作。想不想倒是没有关系，反正下一次的广告合约嘛，张总也是签了的。如果张总现在觉得文小姐不太合适这份工作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接受。马上按照张总方违约，我们来走流程。您看呢？真没想到是你来了。那拍广告呢，是你个人行为。徐总说了，你好歹算是公司一份子吧，不能坐视不理啊，所以就让我来看看。行，事情办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咱俩好歹也算校友，用不着撇得这么干净吧？我请你喝茶叙叙旧，怎么样？小娜姐，我这个档期是真调不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是这样啊？那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一下不就好了？干嘛非要约我见面呢？那小娜姐，您是谁呀？您是我们圈子里的金字招牌，我这不得当面跟您说才显得有诚意啊？您说是不是？不过这一次没时间呢，没关系，以后有好的节目也可以再推荐给我，我真的很想往网络视频上面发展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怎么就那么爱喝茶？这应该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才有的习惯。我记得念书那会儿你就开始喝了。人淡如菊，浮生若茶呀。还是那调调。不过就因为这调调，当年可是迷倒了不少女生。今天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你以后选广告的时候呢，谨慎一点，女明星没那么好当的。我们女主持哪算得上明星啊？不过就是混个脸熟。别跟我讲你没想过。你是这么认为的？不是吗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打一开始认识你，你就开始各方面特别特别积极的在争取了。你还在怪我，当年抢了小佩的女主角。不是了。虽然是你跟制片方说的，但是小佩呢也的确是隐瞒了病情去试镜的，即便是争取到那个角色，也不一定演得下来。话说回来，我得谢谢你，可能从某种方面是因为你，小佩最后的日子我可以陪着她。桌上有热心便当，不用说谢谢了。什么东西呀，长青，你寄人篱下，为什么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啊？这都是什么东西呀？你怎么会这么认为？你怎么会这么说？哎，你太有意思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饭，我自己亲手切的番茄，还有卷心菜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哎，切。OK， 我知道你现在工作上有很多的压力。我们继续下去这个话题，我觉得文天心真的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认为你应该放弃抗争。文天心跟你们下了什么蛊了？为什么都争先恐后的让我用他，让他上我的节目 ？OK， 我注意到了，你说了我们，那么就是我跟徐总都认为文天心合适，对吗？那现在大家都认为他合适，只有你一个人不认为他合适，
那你觉得这问题是在谁呢？老徐之所以愿意用文天心，嗯，那是因为很遗憾，我不能告诉你原因。你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们是有数据证明的，这是科技时代，数据是最准确的。我们统计出来的数据，文天心是最合适的主持人。谢谢你的面条，虽然它很难吃。上来了。我听说你要去参加小娜那个节目。你今天跟我说了那么半天，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儿吧？你是专业主持，那档节目有没有发展，你比我清楚。是张小娜让你来当说客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个好朋友一点建议，你听不听随你。我们还算是朋友。吃饭吗？对啊，你也没吃呢。但是我这里只有方便面和这些零食。你说有没有一些鸡蛋可以？啊，冰箱里有。那就行了，你给我乖乖坐在这儿，哥哥给你去露一手。你也吃这些东西啊？那就更好。我的鸡蛋再配上这些东西，哼哼，你就等着吧。忙了，所以呢，只好吃一些瓜子仁啊、杨梅干什么的，随随便便垫点肚子。那可不行啊，再忙饭也是得吃的呀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报了你们学校的培训班呢。我们学校？对啊，东交大啊。小薇，你看这本怎么样？不是吧，你用不用看这么多啊？怎么了？干嘛？别说话。怎么了？走吧，去二楼走。你不挑书了？哎，不挑了，去二楼走。长青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黄瓜、番茄、卷心菜。真正的食客吃的是食材，你用你的味蕾融合粒子和分子，打开你的心扉，去感受这之间的端倪，其乐无穷。这么多诡辩，这叫智慧。刚刚那人你认识啊？
不认识啊。不认识你还躲？林丽，林丽，真是你啊！我刚刚还以为我看错了呢，在这儿碰到你，真是好巧啊。好巧。哎，林丽，这是谁呀？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不是不是，他是我同事。不是啊，那我白替你高兴了，我还以为你终于把小磊给忘了呢。要我说呀，当初小磊甩了你，那是他没眼光。这世上啊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好男人啊多的是。你好，我叫吕小维，是林丽的男朋友，现任。林丽，你看你，还好姐妹呢，谈恋爱也不告诉我们一声。这也不能怪林丽，追林丽的人太多了。其实我还在试用期呢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要结婚了。嗯，既然在这儿碰到你呢，就在这儿把请柬给你。那记得一定要来哦。好，我们一定到。那我就先走啦。嗯。老徐为什么要让我们俩在一个 team 里啊？这是我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统治智慧。就是说，在他手下的 team 里面的人都不能够和睦相处。完全驴唇不对马嘴。但是他肯定是不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的，因为一旦我们成为朋友，殃及的就是他。哇，做人怎么那么阴暗呢？欢迎人家这成人世界。我偏要跟你做朋友。可以，我接受。太难了。的确。你不要试图跟我说文天心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？我都知道你要说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时间了，节目必须得往前推进。如果还不确定主持人的话，我们的节目就会像这盘菜一样，烂得稀碎，无色无味。这只是给你一个提醒，想吃好的找你弟小维去。李小维，你干嘛要答应我同学参加他的婚礼啊？刚刚他都那样挤兑你了，我不得去到婚礼上帮你把这面子争回来啊？以前我不管，反正以后只要我在你身边，我就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你。你干嘛怕别人欺负我？因为我是你男朋友啊。谁说你是我男朋友了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只是试用期吗？那只是顺口说的呀。啊，你看你承认了，原来你就是顺口说，不理你。哎，我是说，除了那个试用期，其他都是真的。完了。哎，林丽，你的书还在这儿呢。小娜最近怎么样？嘴硬呗。我见过文天星了，我觉着八九不离十，最好你让小娜主动约一次。嗯，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。要不我来，我去找他说。嗯嗯。我来，无论中文英文，我嘴皮子都比你利索。哎，为什么你老是在家里边输这两个啾啾啊？你在美国到底吃了多少苦，吃了多少垃圾？你能不能做一顿正经饭？你在中国的亲生父亲是托塔李天王吗？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发型吗？因为我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，我要保护我自己。这两个啾啾会保护你的，保护你到永远。吃完了面，麻烦您踩上你的风火轮送我去趟超市好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车。但我为什么要开车送你去超市呢？我的车被你弟开走了。我弟为什么要借你的车？他要去参加同学婚礼。谁同学？谁婚礼？问托塔李天王去。
什么玩意儿？小薇，你干嘛呢？找什么呢？我的琳琳宝贝呢？傻了呀？你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肯定能把那个新娘的风头全部抢完。公主，上车。哎，你这车哪来的呀？我跟长哥借的呀。坐好。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。